挠挠哈，让你爸他们来再做吃。再杀一个，嗯，太富有了咱家。现在就鸡多。你看咱那大公鸡多好。那好看。我准备留着长个至少五六年的大鸡灯，我看着大灯就这长了。嗯。我要要那个鸡爪子。玩呗，到时候。对啊。今天要做一个好吃的，要把它炖了。杀完了就这么大了，嗯、啊，都小。那个我要么三间。这鸡已经剁完了，嗯，现在开始整面了。到时候再隔离两个贴两个饼子，这边还有豆角。这是去年夏天我家自己家园子种的豇豆角，还有这个排骨。我是烧火的。烧火小姑娘。嗯，我还是小姑娘。啊，是。嗯，现在不对，现在没有小孩，基本上就是小姑娘。对，没小孩就叫小姑娘。我来。哎呀，真能干，这谁家媳妇儿？你这一夸我都不想干了，你不夸还行？咋的呢？咋我拍屁拍错地方了？嗯，拍错地方了。行，咱家人也多。哎呀，这大骨头。嗯。一会儿再把鸡肉也得焯一下。焯出来的鸡肉，嘎嘎带劲。白糖、酱油、蚝油、这一大口花椒粒，在这炖一个小时吧，哈。嗯，一会儿这炖一会儿这搁把这个搁里。嗯。哦。这一大锅，先下这个豆角，对，让它对这样式的，得翻过来，对这样式的，然后来来再来一个，来展示，捏，抻，转，哎呀呀，哎呀妈，不会了，拧不过来了，手都拧的那劲儿了，那个这样式。哎，这摁那样就行了呗。往里头怼一怼，搂不动都哈。嗯，这饭店可没有咱这实惠呀。那咱这一锅这些半锅肉点儿，花卷放上。行吧。行。盖上。嘎嘎带劲。叫一锅出、嗯、东北一锅出，也叫东北大乱炖，铁锅炖，这不算大乱炖。拿盆，拿盆吃啊？拿盆了，那还能拿呢？不太好意思拿盆吃，要不咱就蹲在锅边咔咔造吧。上盆，就是这么实惠，这在外面都吃不到的美食。带劲，两盘的花卷，再加了一盆菜，不吃点儿了，老叔啊，吃完了，这么好你吃完了，嗯，再吃点没有肉，不吃了，吃两块肉不吃饭呗，晚上吃多了难受，不喝酒啊，还不够级别的这菜，不是，你不是还得干活吗？可能不是，主要酒不愿意喝酒，不愿意喝酒。嗯、好吃不呢、嗯、好吃、嗯、好吃啊这菜不好吃，这菜叫铁锅炖，对，你在哪都知道，嗯，那呗，你们以前也有这个菜吗？没有，哎呦，啊，这都是多大，我们我爸他们这辈儿吃的吗？没有，你这都小时候没吃过呀，现在才有的、嗯、现在才有的，现在这是实行有这玩意儿的，嗯，带劲啊，花椒里头带肉，看，嗯嗯，你给这个能搅动的，叼走了，叼走什么？叼走上边啃去了。
咱爸给我夹菜。爸，你都没给我夹过。老烂乎了。好吃啊。好吃。哎呀，真香啊！我还没给你妈夹呢。哦。你给我夹过，夹过，夹菜夹过。我给你夹一个。哎呀，咱啃个苞米吧。